讲了一些入肺的中药，等一下分你一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一定要做好呢肺部的护理。对哈、哦，讲到肺部的护理，有没有听过一种中药叫做白鹤灵芝？没有哦。听说啊，这种中药呢有肺部清道夫的称号哦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专家吧。